俊飞，俊飞，星之日，你们家给我着火了！哎，小心啊！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，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啊？嗯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西西想吃煎蛋，我就想着给他做一个，我做的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自己进来了？我要再不进来，你把我家都点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这房子是你说借宿给我跟西西的，凭什么你说来就来？我要赶密码。你改就改，谁怕谁？那你现在就给我改，现在。 邢先生，我们是物业的，您家是着火了吗？邢先生，麻烦您开一下门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能让人家看见以为咱们俩同居了呢。我先回房间啊。那个没事儿，我这锅上烧着东西，我给忘了，现在没事了，谢谢。邢先生，我们物业呢还是要检查一下您家的火警警报有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放手！哦，好啊，稍等一下啊。 你干嘛呀？微信，为什么信？微信通过了，我就撒手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啊！以前不是，但现在是。好，不通过是吧？哎，我觉得我通过。 行了吧？哎，邢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大清早上您跑一趟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人没事就好。哦，我人没事。然后这火警报警我也看了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要检查的话，要不改天我有点事儿要出门。那好吧，那就改天吧。您先忙，要不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谢谢。 邢芝芝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是叫人面兽心，没想到一个医生能干出这种事，我真是服了。这干什么？我就想确认一下，你是不是把我拉黑还是删除？